以后别再随便为人出头，喝那么多酒味肯定不舒服。你那儿有蜂蜜吗？喝点蜂蜜水可以解酒。怎么样？ 没事，到朋友家里去。那赶快睡觉吧。 你是不是还想发微信骂我？我当时的不告而别。 走了啊！你真走啊？嗯。不是你说你住我这儿挺好的，我也不收你房租，你回学校干嘛呀？我学校住宿费都付了，不回去多浪费啊！那你真要我留在这儿一个人独守空房啊？得了，我这是给你跟你未来女朋友腾空间呢。那倒还没那么快。哟。 昨儿不是跟女孩吃饭去了吗？怎么了？不顺利啊？怎么跟你说呢？就是昨天，我们都到地方了，他突然跟我说他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危险了！这女孩肯定有别人了。不是，能不能盼我点好？她万一是真有事儿，才先走了呢？我友情提醒你啊，你别老给自己找台阶下。那做人要有点那个什么危机意识，你知道吧？行。 那我也给你友情提示一下，你也有点危机意识吧？啊，你自己家那位还没攻克呢吧？我快了，到时候你赶紧想想怎么跟人家表白吧。你，我都计划好了，就等他生日那天冲他表白，就当着你的面我就把他搞定了。行，那我拭目以待，要是怀念。走吧，学校见。路上慢点。嗯。